啊，用讲的，叫他坐下就可以了。加看你，先加看你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好，摸头一下，对。等一下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要过红绿灯，要过红绿灯。哎，对了。啊，你过了之后哈，那边有个黄色电塔，有没有？电筒。你的对面有电筒，有没有？米色的那个大的电筒，在这边再回转回来就好。看车哦。